真的被孩子的同理心整破防了。我们那一代哪个不都是被爸妈打大的，现在的小孩子心里是有多脆弱，只有孩子才能理解孩子。我们那一辈是被打大的，这是一个旧的教育方式，时代是在进步的。你们那一代的快乐有些是我们这一代是没有的，而我们这一代有的压力也是你们这那一代是不曾有的。进步的时代就应该会有新的教育方式，现在我们提倡的是用沟通的手段，沟通可以拉近您跟您儿子的距离，而暴力会把这个亲子的距离拉远。清洁工不小心撞到行人，方言你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有用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眼睛没啥情况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人过来，回事了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上下这么宽的马路就往人身上撞了你啊。靠一身水知道不知道了，对不起我没有看见，那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咋办呀？路过十二岁的女孩立马上前安抚有情绪的姐姐，你说一个捡瓶子的，你说她至不至于哈、啊、她已经躲在那里，所以她需要你可以去理解她，我希望你可以理解她，她不是有意撞着你的，她刚才就是专门撞的我，你知道吗？把水都扔到我身上的，然而路人更是咄咄逼人，你说他穿的衣服脏得要死了，你说甩我一身水，哎呀，是吗？阿姨，他是活动人民，你不可以那样的说他的。我没事，阿姨，他这不是故意的，他是劳动人民啊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宝贝。原来女孩父母曾说过，说实话，我也在小的时候也跟他们去捡过瓶子，所以我知道那种辛苦是可能啥的，所以我并不是在同情，我是在劝。因为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妈有跟我说过，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钱，所以才会去捡这些东西。其实尊重和爱就在我们身边。阿姨就是因为衣服脏，要不阿姨可以让抱抱你，太好了，阿姨谢谢你，谢谢你呀，谢谢你的阿姨。哎呀，我真的是人上的小姑娘。阿姨，你一点也不错，阿姨你很善良，很美丽的。当姐姐听到妹妹骂妈妈时。爸爸对推销员态度不好，不买也就算了，也不用给他感觉那么直接。如果我的灵魂是不能防守，我就给你推销，你这一年的就赶我走，你绝对有多伤别人的自尊心，别人都是赚钱的了。是，没事，你说的对的。看到妈妈没有理其他老人时，半夜路上，那也恐怕庙里也算没给钱的，那是庙老里。我要着急上班，就在打车。我一回头看他跟这个乞讨的老奶奶一起向我走过来，然后我也没有理会老奶奶，我就拉着他直接上了那个出租车就走了。后来上了车之后，他就开始讲我为什么不理老奶奶什么的。他们都是有教养孩子，你教养没教养孩子。孩子看到老人摔倒，甩开妈妈的手去把老人扶起。